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好，你好，我是丁明娜。现在的位置是在一间古老的操场这边。今天我们要举办的活动是四项运动马拉松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进行两项挑战。那有挑战呢，当然就要有对手。那么欢迎对手出场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欢迎对手您。我们是分队，我是 Eric 队，他们两个是第一名队，他们可以交替挑战。我今天从四项运动八个挑战，那在八个挑战当中呢，他们一个人可以负责四项挑战，那我自己一个人就要完成八项挑战，我非常可怜，但我今天就是来输给他们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进行我们第一项活动田径 ，Go Go！我们现在应该是来到了这个60公尺的跑道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请第一名队来选一名队员参赛。那请问问号跟叉叉叉，请问你们要选哪一个？叉叉叉。好的，那现在叉叉叉已经用到一次机会了，现在他有3次参赛机会。那现在问号有4次参赛机会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是已经来到了这个60公尺的跑道。那这边人稍有点多，没关系。等一下呢，指挥家在跑道尽空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出发了。3、2、1 ，Go！ 哦，练到大力了。我运动不太好了。停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已经到终点。那最高挑战呢？获胜的条件呢，都是赢那一方获胜，所以就 OK。这个第一名的位置领先，通过一关，就是要通过零关，我们就要下一个前进。各位，那我们现在是准备要跑这个关卡，就是200公尺。加一积分，最后呢，我们看通过以积分数来看，如果积分数达30的话呢，是可以第一关卡的，所以最后就比谁的关卡数多，如果关卡数一样就比积分。那我们准备开始。那我现在应该是要到前面的2，那大家可能先暂时看不到我了。36、37，这其实不是比那个不是比输赢的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目标45秒，我们两个人的秒数都是37，恭喜两队加八个积分，恭喜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往下一个多久前进。走，感谢这次小王子桌游教室赞助播出，感谢小王子桌游教室为我们提供那么棒的场地来进行拍摄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小王子桌游教室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挑战——闪电5连鞭。现在呢，我们的叉叉叉正在进行练习。现在我们桌球是要进行第一关卡——闪电5连鞭，为的就是呢，拉球、推球、扣杀、反手推跟反手拉五个连续动作，限25颗球内要完成一组。我们这次参赛的是第一名队的叉叉叉，所以这次就是由他来担任第一名队的选手。现在呢，第一名队目前他们的选手的额度还剩叉叉叉2次参赛，
然后问号问号问号三次参赛，我们就准备开始扣扣。二十，二五，二六，二七，有机会，二九，三十。
三十，三十。好，然后再来换反手，希望反手要反手要成功了。哎，反手也是有一次机会，反手也是。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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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三关卡总共20个积分，三关卡20积分，谢谢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往下一个前进篮球 GO。感谢这一次小王子桌游教室的赞助播出。这一次呢，暑假小王子桌游教室特别为我们安排了优惠。那我们这次暑假优惠，其中的早鸟优惠，只要在6月15号之前报名十堂课以上，就可以任选运动水壶以及桌球拍一支。在暑假的最后8月30日呢，我还有一个捷训测验，只要通过捷训测验拿到捷训证书，就可以免费加赠一堂课程。那大家也可以利用这堂课程来继续精进你的桌球技术。大家要复习一下。小王子桌游教室这边有非常良好的师资以及非常好的环境，这边交通方便，如果搭公车可以299、27、46到新雅国小，也可以搭板南线到市政府站。这里呢有4张桌球桌，还有一些桌球网，那量足够的。那后面还有3张检定表，那我现在我会显示在画面上方。啊，这个目标来讲呢，就因人而异，看大家有没有兴趣来这边进行洽询。那我们欢迎王教练。如果有观众有意愿来这边洽询的话，要打什么电话呢？小王子的电话是2745-7940。更详细资讯我会放到下方的资讯栏。那我们就准备往下一个运动前进。难死哦！